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23集啊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是一尊不能够变形的，致敬了变形金刚第四集 Draft 的角色 LK01。那么闲聊一下吧，今天有人说了不能变形，那它还是变形金刚吗？这个跟各位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念吧啊。变形金刚这个名字的话呢，是官方授权，那它就是官方没授权，你变形再怎么精妙，它也不是变形金刚啊。这个一切的一切呢，还是以官方有没有授权作为最终认定啊。就像你不能说它不能变形，就不叫变形金刚嘛，对吧？身高不到190公分的，那就不能姓高嘛，对吧？皮肤黑就不能姓白嘛，是吧？那好吧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本身是主打不能变形，所以在还原度上面。就会比较要求了啊。那大家可能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造型，再来就是它的一个关节啊各部分的松弛度，最后就是它的一个做工涂装之类的了啊。那我先讲一下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因为它的腿部啊这一带是金属部件，还有这个这里好像也是金属啊，下半身比较重，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腿的话呢，支撑力度呢，我感觉不是很耐得住把玩啊。那它的腿的话呢，在下半身这一带啊，这里多了一处的关节在这里，你可以往前再抓一些，角度可以再往前面再提高一点，但是也是极为的有限啊。那膝盖的话呢，往下折这么多，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它的可动不算很好，因为造型实在是太多太多这些有的没有的装饰品啊、配件啊、护具啊这些多出来的这些角啊，甚至于说有一些造型真的凸出来的这个部分之类的。啊，这些小护具啊，这些都会影响到，会干涉到它的可动啊。尽管说呢，它在这个护具上、这个甲胄上呢，多了一些关节，跟齿轮关节、双动关节来增加它的可动，但实际上能够辅佐到、辅助到的还是比较有限了啊。但是呢，我个人并不认为说这款玩具你需要把它凹出很夸张的动作了啊。毕竟呢，展示的功能还是比较多，基本的可动有的话呢，也就相当不错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像什么龙虾背嘛之类的一个设计，但是没有那么多段了啊。那内部的话可以看到，涂装的细节还是相当可以啊。然后背部的造型也很漂亮。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觉得这些不可变形呢？这些变形金刚的这些雕像啊、可动的人偶啊，为什么都觉得它的背部很漂亮？因为玩具的背部通常是惨不忍睹啊。所以我们难得能够看到一个比较还原到电影里头的一个背部的造型，分色也很漂亮啊，深灰色、银色、金色这些点缀，还有红色的这个一些刻画都非常之好看。那腿部的细节也比较多，轮胎在这里啊，这轮胎的话呢是不可变形，这轮胎是金属部件，摸起来比较冰冷一点啊。那足部的液压感当然不是真的液压啊，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之可以了。这里有一个就是裂开的轮子啊，这里，然后这个都是还原到它的一个变形，这个上面是写的是个义勇啊，这里义勇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忠义，对吧？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是义勇跟忠义吧，所以还是水柱了啊。那胸口的话呢，也有一个，这个是布加迪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我这个念人念布加迪，但是是不是有没有谐音或者是说字母有没有改，我是不知道啊，这么大胆的吗？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武器啊，一把大刀，那后面的两把小刀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是按照，合会的方式去插的，就把它扣在后面就行了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细节给各位，是附一对的啊，这个大砍刀阔刃剑吧啊，然后它的握持的话，就是中间这里有一个洞，那扣在手上就行了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握持上没有什么难度的，握持力度也相当的好啊。那手腕的可动也是没有问题，那比较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往后折啊，如果能往后折的话呢，这个手臂呢就能做出一个 OK 更帅气的一个动作了啊。说来说去的话呢，可动还是受限，影响比较大，但是也不是说多差啊，就是一个没有你想的那么超可动，就是手肘是可以弯超过90度的，记得要用点力啊。这一代有一个过度的造型刻画，可以说细节的照顾还是相当的不错了。那脸，脸的话呢，是感觉吧，是不是颧骨稍微高了一些？那胡子是有，但是胡子的一个配色特别明显啊，是一个灰色小胡子啊。然后这个头盔，这个头盔挺好看的啊，自己比较喜欢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个玩具本身吧，你要作为一个摆放呢，摆动作啦、展示，它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啊。那标榜的呢是一个不能变形的高还原度，这款我这里觉得做非常的不错了。但是最好的话呢，还是把其他的同伴都给做出来一个系列啊。
特别是 Crush Harleys 吧，这个准星吧，我一直觉得准星好像很可怜啊，大家都不理会这个穿风衣的帅家伙啊。那这一款的话呢，本身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啊。这个扎实的话呢，也是比较沉重一点啊。这个手感我自己觉得相当之不赖哦，真的越看会越看越喜欢。OK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闲聊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